大家好，我是小刚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测试，做一个实验，将旋转烟花点燃，放进这一堆蟑螂里面，看一下会发生什么。呸呸！真是太解气了，这些蟑螂瞬间全部晕倒啊！太漂亮了。现在打开盖子看一下，还有没有存活的蟑螂？哦哟，这样的方法真解气呀！看，一堆蟑螂瞬间被熏死，看见没有？真解气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只蟑螂没有一只存活的，用这种方法对付蟑螂，真解气呀！真解气呀！看见没有？瞬间被烟熏死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